最想收到或最想送的十大圣诞礼物，那你最想要抽到的是哪一个？我想要戴森的吹风机。我们今天在香堤大道。我们今天来香堤大道呢，要现场找一下在逛街的路人，对，看大家今年圣诞节想要收到什么样的圣诞礼物，对，跟想要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给对方。对，女生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？男生最想要送什么圣诞礼物？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就去找路人一个一个问吧。好，抓人，走。圣诞节快乐 ！Happy Christmas！ 我们想要问你一个很特别的问题，其实也是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你想要的最想要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？戴森的吹风机。戴森吹风机耶。那你想要送女朋友最想要送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？戴森吹风机，因为很好用，因为很好用。好 ，OK， 那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收集了啊，大概有十个大家最想要的圣诞礼物。那这几个啊，你会最想要哪一个收到当圣诞礼物？这个戴森，戴森的吹风机吗？对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想要戴森吹风机吗？因为我妈可能会喜欢。你觉得你送什么给女朋友她会最开心？戴森的吹风机。戴森吹风机吗？那你觉得她为什么会最喜欢呢？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别人都说很好用，所以她也会很喜欢。每个人都说很好用，所以她一定会喜欢，是吗？是的。你帮我选一下，你觉得你今年最想收到哪个圣诞礼物？最想收到这个戴森的吹风机。哦，为什么你想收到戴森的吹风机？因为他吹完对发质很好。那你可以帮我选一下你今年最想收到哪个圣诞礼物吗？戴森吹风机。为什么你想要收到戴森的吹风机？因为风很大，可以吹很快。想要送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？戴森吹风机。戴森吹风机，那你为什么想要送戴森吹风机呢？因为它好吹快干。好吹又快干是吗？所以应该女朋友或老婆都很喜欢。对 对, 对。那你自己应该也觉得很喜欢吧？对对对。那你可以帮我选一下你今年想收到哪一个吗？我想要收到戴森的吹风机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想收到戴森的吹风机？因为我觉得它风大，然后又吹得很快。之前有用过戴森的吹风机吗？我之前去美容院，它是用这个吹风机。十大最想收到或最想送的十大圣诞礼物，那你最想要抽到的是哪一个？我想要戴森的吹风机。戴森吹风机，所以你最想要收到戴森吹风机。那戴森吹风机有什么地方吸引你的？吹完发质会变好。